这老鼠多大个啊？你被打劫了吧？师哥师姐好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你们继续。啊，继续。还不赶快走？啊，我们两个也是刚好路过。哦。然后不打扰你们了，晚安。师兄师嫂，晚安。不是。 你不说呀，解释一下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一听说我出事儿了，一大晚上跑过来。我跑过来是因为你出事吗？我是因为你这条腿，你骗人，你还骗我照顾你，这事没完。现在。 我是你师傅，徒弟，照顾师傅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你收拾屋去，我累了。不可能，别想再支持我。那，你欠了我那么多人情，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你，好啊，你就知道欺负我。嗯？你怎么了？ 你回去吧。啊，你回去吧。我得照顾照顾你啊！你万一……万一需要复健，那我只能拿出爷爷传授的按摩绝学。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我去。 怎么这么热啊？啊，我就知道，原来是你们啊！啊，凉快多了。